爱弥漫，出击目标区能见度很差，不便发扬火力和指挥协同。集团军静待时机，每半小时听取一次气象预报。12时许，云雾开散，天气好转，指挥员果断定下出击决定。幺三登山九。12时58分，我首先在那拉、八里河、东山等方向对敌实施重点炮击，把炮击和佯动结合起来，造成敌全线紧张，判断失误。13时03分，我对敌604阵地、968高地进行直接火力准备，致使敌80%以上的表面工事被毁，有线通信中断。站队！司马生，先放下去。站队！注意掌握方向法。电子干扰部队正在压制敌炮兵指挥和步炮协同通信网台，突击队迅速进至冲击出发阵地。我是986，注意打到啊。我发射74改火箭爆破器，在603阵地与604阵地之间，成功的开辟了两条通路。好，开了，全部爆烟覆盖。火力掩护组占领603阵地，准备掩护扫弹组行动。弹组携带导爆锁杆，迅速前出清理通路。自发电，往跑。准备即将结束，掩护组以准确的火力消灭敌火力点，掩护出击。快点！我一直快接近洞山。
6:35，第一突击队跃出暗道，勇猛冲击，直扑越军604阵地。穿行在硝烟中战斗，突击队员以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，仅以3分钟一举突破敌前沿，7分钟就占领604表面阵地，并迅速转入多路分片搜剿打洞。大部敌人未及占领阵地，就被我堵在洞内，随着一声声巨响，上了西天。大兄弟们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先关住了，快点，走，真的我是603，怎么不回答？怎么不回答？队长，你别走，队长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一个人我站着，就两个人。你下去吧，我说你下去吧，你下去吧，快去拍，背下去。背下去，站住！队长在这怎么办？不行！啊，队长在哪？我看着。上来吧，你下去，背，我背他下去，你背他下去，我再看队长，你快背下去，快！神州队长，狗棒山，呼叫大队长大队长，我们在那个，队长大队，现在队长我们队长大队，明白没有？你去给他包扎伤回去，给他包扎伤，包扎了没？包扎了。不要管了。血与火的战场，既是力的较量，又是智的角逐。在第一突击队占领604表面阵地后，第二突击队迅速超越604阵地，采取了边打边插、分割合围的战术手段，像一把利剑直插出击纵深目标，仅以17分钟就将红旗插上968高地主峰。明白，重复，喂，明白，那个，中间的，7B9，A 的7B 是9，陈总，同志，先热一下，快，7B 是9，这是你坚持吧，好的，高子豪。好，一，同志们，顺利啊！二班已经进入进行了边打洞，五班正在向前插。幺二班里面说，请立即报告608情况，看一下敌人是怎么回事儿。首长分享一道，报告啊，一个情况吧。
由于我观察侦听互补，建立多方位多层次侦查配系，实现了正确有效的战场控制，使我始终处于主动地位。我达成作战目的后，敌人判断不明，举棋不定。我首次使用了电视图像传输系统，集团军指挥所可直接观察战场动态，扩展了战场视野，保障了指挥及时性。炮兵以强大的火力有效地掩护和支援步兵战斗，九六八高地后，敌三次分别以班排规模兵力向我反扑，突击队员在炮火支援下顽强坚守，浴血奋战，打退了敌人的反扑，逃窜之敌葬身在弹雨之中。对，现在没人能有人，没人能得高。这个矛盾，你这个矛盾呢？这个空军都是个死角，这个空军都是个死角，明白没有？我是国防三，国防三，我是国防三，现在队长胸腹胸腹重伤。鸡蛋队长全部堵上，一次指挥我们中将大队。鸡蛋队长全部堵上，一次我们中将，一次指挥我们中将大队。八十月九四秒，八十月九四秒，高八三，明白没有？他妈的！外卖情况咋样？问一下吧。林贝，师长，师长，请计划暂时完睡。哎，马上，感谢首长的关心，我们九百中人的。喂，三班。没事，没事。给三班通知，这个回头就没有上发报告。值班长，给三班通知，叫他给前沿的，做好回撤准备。两班都过，两班都过，两班都，两班都，各位站住，五千大家站住，九百四百的。组织检查五千班长成员，赶紧回去，听到没有？快点，组织，组织，组织！我这是哪了个当贼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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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说不清你的话，说不清你的话，说不清你的话，哎，王总，大哥，前面是安全安全的，拿个桶，拿个桶，拿个桶，走马上，我蒋世珍，我奔三五四，五八走，一道道火光喷射出对越军满腔的怒火，一声声巨响宣告了敌人的末日。为扩大战果，全歼守敌，突击队员射击、喷火、爆破，炸得敌人尸飞遍野，打得敌人鬼哭狼嚎。战斗中，我搜剿打洞历时37分钟，毁敌洞穴46个。班长，班长，现在我们正在搜，现在我们正在搜剿打洞，现在枪对着我们搜剿洞。哎呦！别怕，睡觉了。好的，好的。上，这边下来。那边下来。这边下来。你们这次下河吧。把我去了啊！这次很多块钱。不去。走。现在。走。看什么？班长，队长坐，这战略品吗？让你撇，还有啥的？快上了！啊，上了！啊，你给放下，你坐。嗯，对。谢谢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手下打洞，队长负伤，队长负重伤，我是当班长，我放下去。不是，队长，放下去，好了。我走，我走，别走，你快了，来了，快走。
玻璃。站住！赶紧走！赶紧走！该打桥！赶紧走！现在队长指挥我们前进打桥，明白没有？九八三，我九八四，一百二百，大会二百，咱今天打的大四，大四，我觉得是，后撤后撤咱的，后撤咱的强，这是让你不放，让孙子荣，大四，韩国，慢慢的开始打，注意到，哎呀呀，开始打，很慌。没两国际成功化了，国宝山，国宝山，国宝山，我们知道我们九三三组，九三三组，知道吗？不加多，不加多，现在我们上顶上，快回去啊！准备拿刀枪，站起来，在你屁股后面，啊，快放下，快，别压就行了。有气势吧？三个官，三个官，喂，没事啊。越军的尸体，三下面刚打死就打死了不少。哎呀，跟着我啊！好，跟着我，一起走吧。九八三，一队，越军失明，打死越军失明。九八三，明白没有？他妈！我在这儿呢。283，我是285，幸福本来不，我们班护士上去处理了。明白。兄弟们来了，放下！兄弟们，快跑！刘叔，打你腿！你让我们自己打！
啊，老子同志们，赶紧快，我的灯给我看，哎，小鬼他们小鬼小鬼他们回去了，我们慢回山吧。好，这是你背上的枪。对，这个、还有哪个？这是不是？这个是我手里，里面手里还有我自己的。手榴弹了，手里手里，枪灰。这个，好好好好。还有什么？没有什么了。就是等你还有什么挂挂呢？让您叫一下。拆了拆了。哎呀，他进不进？不进了，不进了，不进了，不进了。一根，危险。国宝山，国宝山，国宝山，国宝山。现在我们走在九百八十五，两个背手，我们去把他赶紧背手，两个，两个人背手。啊，千方百计啊，啊，越拍越好啊。师傅娘啊，我说你哪里是、啊？集团军首长同出击分队连长直接通话，了解掌握作战进展情况。本来以后啊，现在那个屯兵洞里头啊，要查一下人数啊。查一查没什么问题了，然后分批再回撤，好不好？这边赶快撤啊！怎么回事？看好！喂，喂，那个鸭子！全歼首级后，15时58分，我完成破坏设障作业，清点人员和战利品后，全部回撤。我是跟第二队上来的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他们谁上的？没见。快点快点！此战历经2小时55分，胜利结束。成都军区云南前指发来了贺电，对出击分队和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和亲切的慰问。